为了给东方人带来健康，加州健康研究院推出全部中文的线上线下网络教学与服务，运用正念慈悲和智慧，给华裔带来身心灵的健康。请看报道。针对中国及世界华人社区存在的身心健康问题，加州健康研究院采取跨国解决方法及心理学加互联网，立足北美，面向全球华人，汇集欧美顶尖医学院及心理学院名师资源，整合世界前沿研究及教学成果，借助互联网及其他创新技术引进到中国和世界华人社区并本土化，为他们提供线上线下教育及培训服务，与他们彼此滋养，共同成长。为了让压力下的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找回幸福和专注之道，2016年，加州健康研究院借助全球最强正念力量，汇集已经受益正念的慈悲和智慧，让正念寻根东方，深植人心。正念这个东西很有趣，它是源于东方的佛学，然后呢是通过一个卡巴金博士，这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博士，去宗教化以后开发出了一套冥想锻炼专注力的这样一个方法，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手段非常简单易行的，每天10分钟就够了进行一个正念练习。然后呢哈佛大学和其他一些著名学校研究成果表示呢，像这样一种练习的话呢，能够改变头脑的结构，提升健康水平，然后提升幸福感。为此，加州健康研究院特别设计了8大模块：身心健康、自我提高、亲子教育、亲密关系、创造力、领导力、企业管理和职业发展。同时还自主研发了基于正念的最新模拟现实科技产品。环球东方记者李渝冲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